她是北韩最强女战士。别这么说，其实我也像木兰花一样的朝鲜女性呢。她是南韩最后炎王子。脸皮真厚。一场政治婚姻，我们是皇室，不是朝鲜时代，而是21世纪的皇室，我们就只是傀儡而已。世界从此不再一样。我对南朝鲜王子有爱慕之意，我愿意跟他订婚。李胜基，你不可以这样对我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的内裤就被看光光了。丁儿，何志愿用核燃料所制造的暗杀武器吗？难道是南朝鲜王子？身为一个王子，在那么多人面前公开示爱，你以为很容易吗？The King to Hats 9月21日星空卫视全国独家首播。